我们接着把体验版打开哦。您刚打开之后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好，你就先关闭提示就好。来，但是呢，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要考考各位喽。体验版跟模拟器哪里不一样？为了方便大家比较，我们先从右上角这里开始。我把它钉起来。好，我们到这里，你比较一下哪里不一样。好，网页互动有啊有啊有，它有烧杯，它有烧杯。多一颗按钮下载那个。好，哦，老师有发现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在这里。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这个模拟器没有那个，对不对？还有原件。好好好，啊，还有哪里不一样？旁边那一个。连线的地方不一样。原件。漏斗旁边那个。没有房子啊。模拟器。对不对？它没有这个啊，因为它的体验版就没有模拟器啦。好，这样了解了哈。那这个呢叫做载入范例积木，等一下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左手边这里，左手边这里也有一些不一样哦。来，我把它钉起来，我们来比较一下体验版的有没有跟这个有没有不一样。有，因为呢在模拟器它的元件比较少，所以它是不是一次就把它全部显示在这里。可是体验版元件更多，所以它的这个地方就帮我们做更多的什么分类，对不对？再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哎，这里有一个网页互动，可是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那就有点奇怪咯。来，我们打开，你看我把烧杯打开，哎，有没有跑出一个东西来？显示文字。我说我换到点名灯泡，有没有就跑出来？那你发现差在哪里？模拟器的时候，我们是全部都打开。全开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真正在使用的时候，你今天如果有用点击灯泡，我就只能用点击灯泡，多选一个，所以它只会把它显示这个出来。你不能说我今天用了点击灯泡，然后又跑去显示文字，这样你的程式指引就有问题。这样了解。所以在 Blackly 跟云端平台都一样，你今天用哪一个互动方式，我就显示那一个互动方式积木给你。今天你连烧杯都不想打开，我连积木都不给你。这样子就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好，还有个地方不一样，资料库，不是资料库，资料库没错啦，是也没有了哈，但是还有个地方不一样，在这里，位置，这里，哪里不一样？对，老师好厉害，垃圾桶不一样，因为正式的放在这里，不用走那么远，倒垃圾比较快，OK 好，所以这样您了解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回到这里来喽，我回到这边来之后。刚刚我们不是写好一个程式了吗？嗯。你想不想再重写一次？复制贴上。复制贴上，抱歉哦，复制只能在自己面复制，不能跨怎么办？打包带走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老师刚发现那个划过来，有没有载入范例积木？哦。对吗？不太会写程式的没关系。很好写好了。解答在这里。但是啊，你要留意一下哦。点前面跟点后面不一样，就是你按这里跟按后面是不同的功能。嗯，按一，这个时候它的范例积木会覆盖掉你现有的；按二，这个会加在你现有的后面。好，所以两个是有点不同。那我们现在因为里面都空的嘛，所以就没什么关系哦。就载入 LD 点一下，有没有？它会提醒你，确定有没有这样就进来了。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改一下啊，我的不是马克一号，我的是 smart。第二个，你的 ID 是不是要进来？所以呢，你就确认一下，回去刚刚那边找到你的 ID， 把它贴过来。一样，我还是建议各位，你先把它贴在闪电这边，好，先确认一下，你再贴到这里来。第二个，脚位是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用的可能不见得同一个，所以你这边要换一下。所以呢，你就 play 一下。现在没有模拟器的，只能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这里，按下去，有没有？按下去就有了。那各位手机拿出来，给你扫。但是等一下哦，我为了让大家看比较清楚一点，我可不可以用我上面这一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找另外一台喽。我把我另外一台 N D。啊，不 ，NY
G G D G， 哎，这个我就用这一台了，已经有人在控制了哦。哦，它怎么扫描这么快？我程式有改变了，好，现在你再扫一次吧。那个打错了，我打错了哦。N Y 哦，抱歉抱歉 ，N Y A D G G D G 对不对？哎，上面是什么？哎，对啊，所以上面被他骗了。有，这样可以，我再重新。哎，我刚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有重新执行吗？重新执行一次，来，好。您看看你在手机上看到什么？应该是灯泡，我猜。哦，有人点亮哦，有没有？你再按看看。不能按。又没办法按了，有没有发现？有的刚刚有办法按，可是后来又没办法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还不走。因为 Web 3.0 预设是一个人，一个装置，一个人可以控制而已。所以他不走。所以呢，今天第一个进来的人点亮之后，后面又有人进来，所以后面的人取得控制权。所以现在你也搞不清楚谁在按，因为每个人都在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希望大家都可以用的话，来。这里您看一下，您有没有发现我们积木这个开发版的积木后面有一个叫协同控制？你只要这个地方勾起来，大家都可以用，好吗？那就比谁，比什么？比看谁速度快。好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这边勾起来，程式是有改变的，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怎么样执行，再把 QR code 产生一次，因为这个程式码又不一样，好、哦，这个 QR code 不一样，哦。有了，现在不管你还是谁都可以按，他会继续按，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挂了，哎，挂了，快了，太多人一起玩了，这样我不知道哈、哦，好，但是这样了解吧，哎，所以你多个人需要控制的时候可以这样玩，来，那就给各位试看看哦，还记得怎么做吧？从这边载入范例积木，对不对？这个。记得改一改就好了，来还给你。